在舞台上一起应援，所以拿出我们最热情哦！待会儿要一团长来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双手来借给我，跟着我们看上去，是社会一起捍卫龙魂戏。大家介绍今天为我们执法的四位裁判先生，主持人蔡峰德先生。接下来走向打击75号刘俊豪。